今天有来五个，哦，五间，哦，对不起，今天有五，我知道四间是那个要跳海的那个，对对对，但他们也有这个 set， 他们少一个人就会四间起。啊，你讲那个的确也是我们的剧，本土剧，哦，那个是色干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好白痴哦！哎，没有，但你没有讲错，他们也有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，那叫什么？少一个人的时候就叫四间起。哦，所以我也没有错，所以你也没有讲错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只是因为刚好他们今天五个人都来，所以是五间起。那以后会有六间吗？不一定。对，因为你是韦静的偶像，所以你加入你就六。我除了是韦静的偶像之外，我还是他的小宝贝。啊，哎、欸，你让你做一个，啊、你对摄影机讲，就对韦静说一句话，让他回去截图好不好？你就说韦静小宝贝，圣诞快乐，他应该会很爽。黄伟静，你现在去荧幕那边站好，快点。哪里？这里这一机吗？二号机吗？好，来。二号机。好，黄伟静小宝贝。圣诞节快乐！啊！花红花红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粉丝比他更着急耶。他的粉丝在线上一直说：“娃娃娃娃出现了，快点看！”黄伟晋要爽死了。他说他爽死了。他说伟晋小宝贝，然后什么什么，然后说他现在在后台已经露出土拨鼠尖叫什么的。你看粉丝都快疯掉了。好可爱，伟晋一定超爽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。200万。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十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。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。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